女星 Makio 2023年结束与老公小金一年的婚姻，会单的她半年来一口气瘦了约25公斤。日前她出席活动时纤细身形与凹陷双颊引发外界关心，相关画面近日也在中国掀起讨论。有网友回顾她过去上节目的画面，直呼她婴儿肥时期真的很好看，更直言现在的状态好像被吸干了，胶原蛋白都没了。太烂了，不小心有了哦，咪咪超级痛，从旁边开始长，哎，现在已经快要变那个木瓜，哎呦，真的就是会变黑耶，你们前面也会变大又变黑，拔太慢，对呀，这强了，不是计划，计划的事情，不小心的，不小心有了哦，对呀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跟那个现在这老公啊，就是热恋。也不是热恋，才刚在一起没有多久，然后呢过了3个月4个月就已经有了。哦啊，对方讲说怀孕了，那个反应我怀孕了，然后他问你谁的，也太过分了啦，这个很不礼貌。我那个时候还希望说这是谁的，觉得对啊，比较刺激一点，刺激。可是就刚好我还蛮对，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他，所以就是啊，就犯人就只有一个，是一个。好好啊，那个凶手的态度怎么样？他就很开心，他这样，我开心。可是我是很复杂的，我很复杂，就这不是两条哎，这样。然后他就说耶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什么的啊。然后想说哈。我还没考虑哎，那个时候还在想说，天哪，怎么办？就是也因为有了，就是要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可是那个男朋友还好，就是那个时候他是男朋友嘛，然后就他说要结婚啊，然后他有计划，就已经跟你讲未来了。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突然有？就是真的是拔太慢。那对啦，真的啦，咪咪超级痛，就是好痛。就是我本来就是瘦到40几公斤的时候，想说哇身材好好哦，然后胸部也变小，可是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从旁边开始长哎，对，然后就现在已经快要变那个木瓜。哎呦，我以前就觉得对，就以前还要挤呀什么的，就是对，可是现在就是痛到你那个奶头更痛，奶头更痛，你就是那个你要洗澡的时候那个水压你真的要控制，连水压水压有一点太强，就很像，对，就很像被雷射到，大家都差不多，哇，比较敏感一点，会比较敏感，比较敏感，对呀，然后更惨的是真的就是会变黑耶，对，变大，变大又变大又变黑，变大就觉得哇好性感，然后什么的，觉得哇前面也会变大又变黑，讲真的。这个如果颜色就是对比较漂亮一点，还觉得说哇，你这是人形立牌啊！来再一次，来坐在椅子上那种性感，对，气，就是这一种吧。对，然后前倾一点，这样这边碰着在前面，这样啊，眼睛这样好奇怪哦，不会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来他们坐。是那个臀型一定要出来，对，腰跟臀的线条要出来。很多女性小康哥真的弯腰，你看那臀型啊。好，很多女生哈，女明星啊，她们拍照都会挤那个胸线出来。你们可不可以教一般的女生她们怎么做？一定要从，我觉得一定要先从机能型的胸罩开始。这样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姿势不好看啊，很硬啊，太。大概怎么摆？你觉得怎么摆哦？他不用摆，他不用啊，还是需要啦，就稍微手托一下，这边就会整个起来。对，你来这边教一下我。才不要，教一下。不是你就挡住，你挡住啊，你没有要你露啊，你挡住。所以你穿这样 OK 啦。要不要高一点？没有这样可以。如果你是这样拍照，小汉在干嘛？我要看是。比较猛一点，就两手一起，他前面往前弯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两边一起缩，搭着往前拉。不用遮，很恐怖哎。不会啊，不要遮，哎，难得嘛，招待我们家一杯。好近啊！你们那边的位置比较好。
好吧？对对对，小刚，那你就是朝镜头。对，其实基本上因为挤的话，其实如果它是，你还是要让它是，比如说比较前倾的，不然其实也是看不见什么啊，或者是直接摆在桌上，然后如果有那个道具的话，把这个上面直接哦，直接压在那边，直接拖着，对，直接撑着，撑着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不信。要不要示范一下好了？好，对，示范一下，教一下我们全国女孩子，就是这样撑着。不行，他那个有哦，有一个挡。这样啊，这样假装，那这样子啊，这样哦，这样好，这样子，就是直接这样啊，靠着靠好就这样。哦，这样感觉就会比较有型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这样，日本妹很爱这样，对，哦，可以这样靠着，就是还是要用一点这边的力气，对，把旁边跟上面就 OK 了，就把它拖出来，对对对，好像在日本，有很多女孩子，她们懂说做一些动作会让男孩子受不了，女孩子的动作让，比如说。比如说那个啊，撩头发的时候啊，露出颈部，露出那个旁边的脖子，对，拨头发，哎呦，对，这种，对，就是今天是快乐的一天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绝招？绝招哦，暗示，对，暗示，如果喜欢男生的话，假如说我们去。然后大家一起来聚会啊，吃东西，然后有点开心，然后聊天的时候啊，不小心碰到这样，哎，碰到手，啊，对对对对，碰到手呢是会给女生加85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如果突然摸手，是女生摸男生，对，女生摸男生，男生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女生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然后就给她，还有撒娇的时候这样，就笑着，那头轻轻靠到，对。是不是你们这一帮朋友这样子，还是说大部分女生都是这样？大部分就是我们是在杂志上看到的，然后就真的还蛮好用的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前一阵有被摸手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我前一阵有被摸手，谢谢。你看你，我忘记了。他们那个大楼警卫。还有那个什么，比如说，这不是有东西要撑着吗？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就故意啊，那你撑着，撑着，就撑着，就故意这样。对，碰到一点点，一点点这样啊，这样就会觉得女生碰男生，对，那就很精彩，就不见得一定要真正的身体接触，对对，还有轻轻的碰，就是那种感觉浑沌不明时。哎，我不想跟你讲话的，为什么？有点装嘛，对，装有点怪怪的。你还跟我讲浑沌，我不想跟你浑沌。好。对对对，其实这些有一些小动作，小动作还有啊，手臂也是，手臂是有时候都会这样摸手臂，这个分数就没有那么高，没有，手是第一名，对，这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然后最扣分的地方是肚子，女生突然摸肚子，你们会吓到说，哎，为什么要摸肚子？我肚子今天还没有，对，还没说嘛，没有准备好，所以不能突然去摸她肚子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摸肚子其实对男孩子来讲，除非很轻易，对。